我去找他的混蛋，亲，你小心点，姐。你喝的这么醉啊？那个混蛋跟我说分手，要分手也应该是我提，凭什么他提呀？姐，姐没事了，我带你回家啊。喂，把你姐的车钥匙给我，我拿车。这连路你也来了，刚好我有话要跟你说。 你说你怎么那么怂呢？你喜欢我妹，你就说呀，说了以后就跟她求婚，给她求婚，人家也是个大小姐。姐，你认错人了，她不是朱莲露。啊，我没有认错，你以为我喝多了是吗？我没醉，你们才喝多了，你们都是糊涂蛋。姐，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她喝多了。还有啊。 你朱莲露，口口声声说你在乎我们家小暖，你心里这……哎呀，不要闹啊！我说了，密码，你们都查了我的邮箱了，现在要密码做什么？ 暖，不要赌气。你试一下1399。啊？1399。哦。开了。 你看吧，虽然已发邮件都已经删除了，但是通过系统恢复软件，还是能够确定那个文件是从你的邮箱里面发出去的。这不是我发的。如果不是你发的，朱林露她怎么会那么安心的盗用我公司的方案？ 你有没有想过要自己做点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，让那些不相信你、质疑你的人彻底闭嘴？当然了，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公主，又怎么会在意别人的？